为打造市长为着希望家园的市政愿景，台南市政府112年首场大型征才活动“台南好生活，台南吃头路 ”Party One 就业博览会，今日3月18日在善化区文康娱乐中心办理，共邀集服务业、传统业、科技业等82间厂商，释出4153个工作机会。其中30000元以上的薪资直接占60%，初步每合率52.5%。但市长为的表示，其实我们说真的，我每次一年要参加好几次的就业博览会。那为什么人家说啊你去过还要再去？因为我们真的很关心我们啊许多啊这个求职跟求才能够做最好的这个啊接触，在这个平台上。平台有哪些做得不够的，我们就要改进。比如说，我们以前哪有在帮忙修改履历，那帮忙你把履历改修改到更合适的。我们以前哪有跟那个许多志工合作来帮忙你打理，就是说帮忙你整理一下仪容，我们今年也有，那其实去年就有了。所以我们一直想办法优化，让求职的朋友把最好的一面呈现出来。让求才的企业能看到我们是才是所啊最优秀的求职者，那能够这样子的话，其实就有意义了。其实志工们再怎么辛苦，他们想要求的、想要看到的也是这一幕。因此呢，我特别每一次都一定要来看我们的这个啊就业博览会。也谢谢劳工局啊，谢谢我们各工会大家的努力，更谢谢我们啊这个南科。科管局以及我们这个荣指会大家的努力，有了各位其实台南才能更好，也才能共好。那南科跟台南市的关系就是一起共好，从过去南科开始的时候到现在。因此再次感谢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这么好的一个场地，我们这个活动中心60这个文康向化文康中心，也能够让大家得到最好的服务。如果还有哪些项目可以再增加，哪些地方可以再优化，请告诉我们，我们能力范围内一定努力来做。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让求职求才都有最好的美好的平台。谢谢各位。乐冈局长王新基表示，今天是我们第一场大型的就业博览会，依照往例，我们都会在善化文康娱乐中心来做启动。因为南科可以说是我们台南一个创造就业的这样一个大基地，我们就这样的一个跟大家来做服务的部分。那当然，今天有82家的厂家提供4100的工作机会。那当然，目前可以说这样的一个媒合的部分，我们还跟各企业都合作的还蛮愉快的，所以我们跟台南市辖区里面各企业都有一个共识，咱要用好的劳动条件来抢到人才，但是抢到人才唔通伤欢喜。第一点，爱个相对爱用真好的劳工福利措施跟条件来把人才留下来，让这些劳工伙伴进到职场能够稳定就业。这是阮甲所有台南市辖区里面的优质企业的共识。安尼，但讲就业没有成功之后，咱袂定定讲，或者好朋友又要找。又要转职的部分啊，所以这几年来大家合作的都还蛮愉快，成绩还蛮好的，所以我们已经连续第4年创造了6都失业率最低的一个城市啊。当然在伟哲市长的带领之下，我们各局处都非常的努力来这样的一个做重大投资创造就业机会的部分，所以在这我也真感谢我们各局处的帮忙创造就业机会。那我们劳工局来负责跟厂商跟劳工来做媒合，这样进入职场，大家修行社会为咱台南这个社区社会来打拼啊。当然我也抱着很感恩的心，感恩今天这82家企业提供的这么优质的这样的一个职缺啊，同埋鼓励今仔日来，这劳工好朋友拢会找到你的好的套路，等于是帮企业找到好人才，我们把这些好人才找到好企业，就跟这位来打拼。3、2、1，请翻转，我们看板看到的是什么？
心想事成，还有我们市长的优版图，希望大家都能够来把握工作，也能够成。本处一个博览会现场提供面试模拟 CPS 职业咨询、履历鉴检、免费美发、求职个健康的咨询、求职接驳车以及托儿专区等服务，其中为各类民众踊跃求职，提供美术锅、蓝牙喇叭加扫地机器人的抽奖活动，由劳工局王新基局长抽出现场土地履历甲现场录取的求职者，劳工局也有过4月15日星期六上午9点在中西区南美里活动中心办理中型的征才活动。相关征才活动资讯，阁接续0663-0820。以上是台北网新闻网报道。